好，那我们一起看雅各书四章一节开始啊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的私欲来的么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争斗殴争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么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么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么？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常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啊，雅各书第四章。咁呢度咧就第一节嗰度讲到，你中间嘅争战斗殴系从哪里来呢？从你白体中战斗嘅私欲嚟嘅，即系讲到人有一种咩性啊？讲到人有一种咩性？罪性。罪性系乜嘢罪性啊？即系呢度所讲嘅系咩罪性啊？私欲。啊，唔系私头，系第四章。私欲。第四章啊。私欲，但佢佢係從私欲嚟嘅，但係咧嗰個呢度嘅罪係乜嘢？呢個話，哦，爭戰啊，係啦，爭戰鬥毆，即係話咧，人係會想叻過人啦，同人競爭啦，互相攻擊啦。OK， 咁呢樣嘢邊度嚟㗎？就係從我哋嘅。私欲就是罪性情，即是人是会喜欢斗的，要叻过人的，譬如说做工那样想叻过人，那有时一种方法就是证明自己叻过人，另一种方法就是会踩低人，都是由这样东西来的。你有没有发觉人很容易会这样？人是很容易踩低人的。那踩低人的后果是什么？傷害啦，同埋唔能夠活出神嘅計劃啦，即係好多嘅問題出嚟啦。咁神嘅屬性係乜嘢呢度？人就容易鬥過啦、競爭啦，但係神嘅屬性係點？和平。和平啦，仲有咧？謙卑啊。謙卑啦，嗱呢，因為呢度咧，我哋要對比翻呢度。和平咧係對比翻呢度啦，咁咧就即係人會鬥會爭，咁相反咧就可以話你唔爭唔鬥咁係咯，但係咧仲有其他相反喎，即係譬如話愛啊，我再講個，即係譬如憎恨人咁啊，個相反係唔憎恨，但係除咗唔憎恨咧，仲會去關心人啊，去愛人啊，去幫人啊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唔係淨係 exactly 相反啊，而係咧係會加增更多嘅。好啦，神唔會同我哋鬥，但佢有啲咩特質咧喺呢方面？佢唔單止唔同人鬥，佢會點咧？佢仲培養我哋添。係啦。提升我哋。係啦，佢會建立我哋，佢會提升我哋，見到我哋進步咧，佢會點啊？哪裡有講牧師邊個？遲些，因為我們怎麼坐呢，他會啲復出來。哪裡有講？沒講。但這個神的屬性呢，是要從整本聖經和我們的去思考應用出來的。因為由全本聖經我們知道神，第一他不跟我們鬥，第二呢他見到人做任何他歡喜的事呢，他都會紀念同埋會賞賜啦，係咪啊？我哋都講過好多啊，譬如一杯涼水，佢就會紀念啦。咁所以我哋就將聖經裏面講到神嘅其他質素放喺度啊。哦。咁可能你話咁好難好難，但係當你記得神嗰啲屬性咧，你就會見到任何經文咧，你就會識得將呢樣嘢放翻喺度啦。即係鬥嘅相反，唔單止係唔鬥啊，佢會栽培你、建立你，
欣賞你，賞賜我哋，係咪？咁呢啲都係佢嗰個特質咯。咁你當你咁知道嘅時候，咁會對於神有咩感覺啊？同神嘅相處，同神嘅開心，係啦，好開心，好輕鬆啦。同人相處嗰時咧，嗱，我哋會容易俾佢影響。不過咧，輕鬆得勝嘅教導就話乜嘢咧？我哋需唔需要食乜嘢啊？垃圾。需唔需要食垃圾？佢喺度同我鬥，佢喺度同我鬥，我使唔使要鬥叻過佢咧？唔使。唔使喎，因為佢鬥咪由佢鬥到夠咯，即係我自己做好我本分，我唔使要同佢鬥，我唔使話俾佢聽我幾好，因為係神欣賞我，唔使人去欣賞我，人唔欣賞我都唔緊要嘅咁啊。咁呢個就學識我哋點樣唔俾人影響啦。但係我有個驚嘅，啲人會害人。係驚呢樣嘢。嗱，驚呢樣嘢咧，垃圾梗係唔食啦，但係佢害我咁。OK， 咁個問題就係話，人能把我怎麼樣咧？你記唔記得呢個經文？我成日都會用啊，詩篇118篇第六節，有耶和華幫助我，我必不懼怕。人能把我怎麼樣咧？同埋羅馬書第八章佢講到，神既幫助我們，誰能敵擋我們咧？仲有一句好似係你是誰竟怕那如必死的人啊？必死的人，怕那如草的人。係啦，即係我哋使乜怕？草的人係啊，佢哋即係佢根本其實人人都係嘅。有一日我哋都會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，我哋嘅身體咧都會腐爛嘅，即係都會變為冇用嘅。咁所以我哋就話，其實佢哋喺神嘅手中，神隨時要攔咗佢哋，係隨時可以做得到。咁有啲人就話：咁點解快啲唔將啲罪人快啲殺死曬佢咧？耶穌就有答呢個問題，就喺呢個麥子與稗子嘅比喻啦。因為恐怕殺佢嗰陣時咧，殺埋啲好嘅人，所以咧就冇將嗰啲壞嘅人咧殺咗，即係有種咗麥子啦，又種有人種魔鬼嚟種稗子啦。點解唔將啲稗子掹曬佢啊？因為唔知道有時有啲佢會悔改啊嘛。而且我哋神要追究我哋，我哋個個都有罪噶嘛。咁如果喺我哋未信耶穌之前，神已經將我哋殺咗，我哋都冇得剩啦，係咪？好嗱，呢度咁我哋睇到，我哋欣賞神啦，我哋又知道人中意鬥啦，所以我哋就會學習乜嘢啊？學習唔好同佢鬥，又唔緊張佢哋鬥，又唔使介意，又唔使受傷害。咁呢個就係真係捉實神先得噶。咁我自己咧，我盡量由早到晚，我都有成日深信耶穌愛緊我，耶穌祝福緊我，耶穌幫緊我，耶穌同緊我一齊。我成日都諗住神嘅好。同埋神嘅保護，我就一啲都唔驚咯。即係神總會開出路嘅。我成日深信，只要我行神嘅路，神會開出路。咁我想我唔使同人鬥。嗱，有時人都會嘅，即係就算我自己都會有時有啲意念喎。啊，點解佢嗰啲事奉做得咁大咁好咧？咁但係神就俾我意念，唔緊要啦。佢做到乜，總之你做好你應該做嘅就可以啦。OK， 好，嗱，我哋繼續睇內咯喎。咁咧，又跟住講啲人咧就點樣？你們貪戀還是得不著？你們殺害嫉妒又鬥勾爭戰也不能得。你們得不著是因為你們不求。嗱，呢度咧就講到咧，啲人咧猛咁用方法去得喎，但係咧個結果係點樣啊？得唔到。得唔到，因為咧。因為他們根本是掌握不到這個世界，我們沒有人掌握到世界，我們能否掌握到，我們將來一定是成功有錢，我們沒有掌握，但神可以掌握，所以用人的方法是沒有掌握的。你可以坐來前面，姐妹坐來前面，我是麗堅啊，是你坐來前面，坐來前面在聽聖經先，然後跟著我們就會有輔導和服侍禱告時間。這個雅各書第四章嘅，咁咧就話佢哋想鬥又鬥唔到。我聽唔到㗎，咁細只啲字，我冇定眼鏡，我睇我自己。OK， 唔緊要啦，咁你聽，得，可以可以。第四章而家去到第二節，就嚟去第三節啦。之後我哋咧，啲人鬥又得唔到。其實呢個世界嘅人咧，都不斷咁去鬥，不斷去爭。邊度啊？咁咧，但係咧，四章即係邊度？雅各書。但喺呢個過程咧，嗱，佢有啲人咁，你話有啲人都得到錢喎，佢鬥都爭到錢喎。嗯。不過佢唔係得到所有嘅嘢咯，即係佢嘅生命好多破口，好多問題啦。
好，咁然後即係話鬥反而得唔到嗱，咁嗰個神嘅屬性喺呢度點樣啊？你影低咗佢翻嚟。O K， 鬥得唔到啦。咁神嘅屬性喺呢度係乜嘢咧？嗰句先求他的和他的義，你所需你一切所需都加給你。係啦，即係東西都要加給你。咁呢度即係講到咧，人想鬥就得唔到，但係神咧係有能力俾我哋嘅。因為佢掌握一切，佢有能力俾我哋，只要我哋先求佢國同佢義，呢一切都交俾我哋嘅。咁所以人哋鬥，我哋唔使同佢鬥，但係我哋應該努力做好自己應該做嘅。基督徒應該學習讀書讀得好啦，你讀得唔好唔緊要，以勤補拙啦。總之盡我哋嘅責任，亦都喺所有事上盡責任，神就會為我哋開路。咁我哋就唔使同人鬥過，我唔使受佢影響啦。好啦，然後跟住咧就第三節咯喎，你們求也得不著，是因為你們妄求，要浪費在你們的意樂中。嗱，呢度講到兩種情況得唔到，一種咧就係要鬥過，第二種係因為乜嘢咧？妄求啊，妄求個呢度解釋咗咩叫妄求，個目的係乜嘢呢度啊？你睇下經文嗰度，妄求為咗咩目的啊？要浪費在你們的意謀中。係啦，即係話咧，係為咗自己嘅享受，即係話啊，我想賺多啲錢啦。咁你話想賺多啲錢有錯咩？唔係錯，不過咧注目唔喺錢，而係神嘅供應。我哋相信神喺凡事供應，我哋都基督徒應該讀好書、做好工啊，進步嘅，即係應該咁做嘅。咁但係咧。當我哋即係個注目咧，永遠唔喺錢啊，而係我注目喺行神嘅路，咁神就會一步步供應。我哋應該係即係基督徒，如果冇工作係應該揾工做嘅；如果唔識得做工係應該學做工嘅，即係應該喺呢各方面咧係做得好嘅。個注目唔喺錢嗰度。咁咧嗱，有一個觀念我聽過咧，係我覺得好好嘅，有人咁講，佢話咧，我哋喺基督徒喺世上咧，我哋要睇到我哋所有嘅。賺的錢就不是好像我做工賺錢，而是呢我做好我的本分，然後神就會將恩典給我們。他的觀念就是什麼呢？就是不是我賺回來的錢，而是呢我總之我聽神的話，神就會供應我的需要，他會給我們需要。每一個人的份是不同的，有些人的份工人工多一點，有些人的責任是大一點，有些人的責任是小一點。總之我們總是做好我們應該做的呢，神就會將，即係佢會，即係我哋所得嘅係佢嘅恩典。就佢嘅觀念就話，唔好諗住你賺嘅錢係神俾你嘅，即係你做好你嘅本分，神會將你應得嘅俾你嘅。咁而呢啲人咧，就係佢為咗妄求啦。妄求嘅人咧，會有啲咩表現咧？即係成日都貪心啊！有啲咩表現咧？貪心嘅人就會，譬如啲。人好貪心，他就會成日俾壓力佢啲仔女啦，或者俾佢家人啦，想佢賺多啲錢啦，係製造壓力嘅。即係貪心嘅人咧，係令到啲人咧係更加唔開心啦，更加冇力量。其實呢個世界就係成日都香港就有一個好典型嘅鬥爭嘅世界。嗱，有啲人話：咁香港咪咁樣競爭，咁咪啲人叻啲咯咁。但係個結果係乜嘢咧？大家知唔知道香港嘅情況？讀書啲小朋友入幼稚園都要有個 portfolio 喎，即係咧有一個中文叫做乜嘢？佢啲 CV 嗰啲咯，類似係咪？CV 即係乜嘢？履歷嗰啲。履歷啊，即係你都要有個履歷，睇佢學過啲乜嘢，佢做過啲乜嘢，佢畫過啲咩畫，咁拎去，咁連幼稚園都要咁樣喎。咁而一路升學咧，都係好大嘅壓力。其實呢種壓力製造結果啲學生同埋老師有啲咩後果咧？同埋整個社會啊，好強嘅競爭，好大壓力，好多人有情緒病。即係呢個係完全係一個以達到目的嘅社會啊！即係好強烈呢樣嘢，所以有啲人咧做唔到咧，佢哋開始放棄啦，佢哋唔想讀書，唔想做工，放撇。咁呢個就係太大嘅壓力造成嘅。即係有好多地方嘅人都好驚訝，點解啲香港人會咁樣咁勁嘅咧？咁
其中一個菲傭跟我講，佢話點解啲人要追車咧？又唔係冇下一班。誒，佢嚟講，佢話應該有第二班，點解你點解個個都追嘅咧？佢好似冇第二班車，兩分鐘又有一架咁。但係香港人嘅特質咧係好難唔追車喎，真係一追唔到嘅車咧就好唔開心喎，即係呢個係香港人嘅特質啦。咁咧就造成好大壓力啦，造成就算教會都係嘅。一定要叻過人嘅教會，大過人嘅教會，即係其實追求長進係好嘅，不過太過分咧，就變咗即係其實喺裡面係含有啲咩成分喺度咧？當個人咩都要叻過曬人咧，佢含有啲咩成分嘅心態咧？當佢發覺自己唔夠人叻嗰陣時候，佢就好自卑。係啦，一個方向就是自卑，另外嘅方向咧。就係覺得自己唔夠好啊！呢、這個唔夠好嘅就自卑啦。咁另外嘅方向係咩啊？想人哋讚。係啦，想人哋讚佢啦，即係會想人哋高舉佢啦，亦都會變成驕傲啦。即係佢叻過人，咁佢咪驕傲咯。佢唔夠人叻，咁佢咪自卑咯。即係呢種咁樣嘅競爭嘅社會咧，係成日都係要以成就為計算啊。曾經有冇人同你講過你唔夠叻？你讀書唔夠好，你做嘢唔夠好，有冇人同你講過？有，我爸、我媽。OK， 嗱，真係好多做工嘅地方有冇啊？都會有。老闆咯。係咯，咁但係佢造成嘅效果咧，係唔係更加啲員工做得更加好咧？唔係。其實唔係喎，更加競爭同埋咧，又要踩低人，即係過程總係要踩低人。點解唔係個個一齊扶起，個個一齊做？有幾多間公司係個個扶起一齊？幫人哋都做好啲嘅，有冇咁嘅公司啊？唔多咯。唔多啊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知道嘅時候，我哋係活在狼群裏面啊。所以耶穌話：你係綿羊，活在狼群。不過有基督徒都唔係真係純綿羊嚟嘅，有啲都係好多狼嘅質素裏面。好啦，咁又跟住咧，下面咧就講到呢個以世俗為友第四節，我哋都睇埋落去啊。你呢啲淫亂嘅人啊！原文作淫婦啊，睇唔睇到啊？嗱，呢個淫婦咁嘅意思係乜嘢咧？因為佢愛世界，貪愛世界，變咗佢嘅心裏面唔係單係以神，唔係單係信靠神。咁所以呢個淫婦咧就唔係，因為佢下面嗰度講到世俗為友，就唔係指到犯奸淫呢個罪。佢而家係指到即係話愛世界多過愛神嗰種嘅情況，即係你哋呢班。人都是以世俗為友的，是淫亂的人的，即是愛世界更多的，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，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了。那這裡講到就是，如果我們愛世界就與神為敵，為什麼會這樣的呢？耶穌又講過類似的說話，你的錢財在哪裡，你的心就在哪裡了。即是說呢，你很簡單，你準備買一個手機，那幾天你會做一件什麼事呢？猛地去找，猛地去看，心就會很，即是很被那樣吸引了，即是我們人都會這樣，有一件事你很想做，你就會被那樣吸引了。那麼這個短線，有長線的，就是說很容易就被世界上的東西，即是吸引了，當被這些吸引了的時候，它後果是什麼呢？所以都講到一個人不能有兩個主，不是愛這個就護那個，就是講到不能夠愛神又愛馬門，就是講到錢財了。咁咧，即係話人愛世界嘅時候個後果係乜嘢啊？神就會點啊？唔係第一。係啦，唔喺第一位啦。咁其實人嘅傾向都好容易會咁嘅，就係好容易咧會將世界放喺高位。咁有啲人話，是不是那麼嚴重啊？哇，與神為敵啊，很嚴重啊。其實這個世界呢，即我希望大家有一個世界觀是什麼呢？很多人世界觀是什麼呢？我們靠自己要鬥，要聰明的人，要賺得多錢，享受多這個世界，即是這個目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聖經的觀念就是神是掌權的，神是最好的，被神掌權的地方呢，那裡有美善，有喜樂，又有愛，又有健康，又能夠發揮生命，那裡是最好的。
當人一愛世界咧，就行唔到呢條路，就破壞咗神嘅計劃。即係神係想基督徒個個都充滿喜樂、充滿愛心、充滿關心，但係咪基督徒都係咁樣樣咧？係咪基督徒都係咁樣？係咪基督徒都係充滿愛心啊、充滿喜樂啊、平安啊，俾神掌管世界嘅生命啊？係咪咁樣樣咧？好多都唔係。好多都唔係喎。其實基督徒好多時咧，就係佢自己以世事為念，以世俗為友。咁嘅時候咧，咪即係將神嘅計劃點樣啊？行唔到出嚟，行唔到出嚟嘅時候咧，即係敵擋神啦。即係神嘅計劃咧，就個基督徒嗱，你諗下，如果即係個基督徒都聽話，或者如果大部分都聽話啦，咁呢個世界咧真係好唔同喎，係咪啊？但係因為好多基督徒太軟弱，太過貪愛世界，以致咧佢哋嘅心都係唔係以神嘅事為念，結果即係佢就彰顯唔到神嘅榮耀。咁嘅時候咧，即係攔咗神嘅工作，神做緊嘅嘢，佢將佢破壞。如果個基督徒都好有愛心咧，呢個世界就充滿愛。但係咧，因為呢個世界唔係有啲人唔聽話，所以咧。其實基督徒是有時是神的大敵人嚟喎。點解大敵人咧？佢掛住基督徒的名字，但佢反而冇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或者煩惱啊、怨恨啊、競爭啊呢啲，咪會造成即係以神為敵咯。咁所以我哋知道的時候，我哋就係神啊，你幫我哋以你的事為念，活出你的生命。咁我哋成個生命咧就會越嚟越美好啦。咁神嘅屬性係點啊？喺呢度嗰個神嘅屬性，有時神嘅屬性我可以直接睇到，有時咧係間接睇到嘅。神比世俗嘅事更加大同埋更加好。係啦，神係同呢個世界比較，神係完美嘅，神係最好嘅。神有一個完美計劃，人愛世界就破壞了計劃。如果人聽他話咧，那個計劃就會成就，就會好靚好靚嘅。即係神的計劃是很靚好靚嘅，美麗到不得了。咁希望我哋渴慕呢個計劃啦，就渴慕就唔想呢些世俗的嘢影響我哋。嗱，有些人話唱卡拉 OK O 唔 OK 啊？睇電視 O 唔 OK 啊？睇話劇 O 唔 OK 啊？其實呢啲咧，聖經冇列明係罪嚟嘅，即係唔一定話睇呢啲一定係禁止嘅。不過咧，喺個過程裏面，好多時愛世界就會俾佢影響咗，即係佢慢慢侵蝕咗啊。即係話，譬如基督徒，你唱一次卡拉 OK 唱一首歌，係咪代表犯咗罪咧？我哋就唔會一定話係犯咗罪。不過佢一路唱一路唱啦，日日都睇話劇啦，睇下睇下，嗰啲思想就俾世界侵佔。所以我們就知道原來很多東西由我們穿衣服的方式，我們要人家注意我們，我們容易受人傷害，因為很想人家提升我們，這些都是我們被世界影響的。但是如果是被神影響，那個人就越是會平安喜樂有愛心，希望我們都看到神的屬性，又活出神的屬性。經上記述說的壞徒言魔，神所賜我們住在我們裡面的靈是戀愛至於嫉妒。這裡說一個觀念，就是聖靈戀愛我們以至於嫉妒。這個戀愛的字在英文翻譯就 yearn for， 就是說渴想，很想有，聖靈很想有我們以至於嫉妒。咁呢度咧講出神同我哋嘅關係喎，原來神好中意我哋，好想同我哋有密切關係，好想我哋愛佢，好想我哋聽佢話，俾佢生命改變。咁咧呢個就係神嘅心啊，即係神係有呢種心，好想同我哋有親密關係。咁啊，同上文有咩關係咧？同上文講開以世俗為友，就係與神為敵，有咩關係咧？神好想我哋擺佢喺第一，同埋同佢即係想同佢做朋友，多過想啲人想同世界啲人做朋友。係啦，就唔係去愛世界，即係神好想我哋成個心俾曬佢。咁有啲人話嗱，佢啲錯誤嘅觀念啊，不過我講出嚟咧，等我哋回應。哇！神好自私喎，你中意乜都唔得，你係要中意我啫，你中意乜嘢都唔啱嘅咁。呢個咧就係一個。即係有些人佢乜嘢神做的佢都會很負面去看啊！咁我哋可以點回應呢？
可以講多次牧師？嗱，即係有啲人話神真係好自私，佢淨係要人哋愛佢，成日都係人哋要掛住佢。你掛住生活啊，掛住呢啲嘢都唔得，咁咧你就呢啲咧就與神為敵咁樣，即係會批判神啊？點解你咁霸道啊？因為神想有個完美計劃啊嘛，咁如果啲人成日 focus 喺世界，咪行唔到神嗰個即旨意咯。係啦係啦，即係神其實嗰條路係好到不得了，即係佢明知道嗱，我哋世界上有父母啦，同啲仔女啦，咁父母唔係完美嘅，不過父母條路都通常嚟講係比較，通常嚟講係比較係好嘅，佢就好想啲仔女你唔好咁快。即係見到個男仔就中意，即係見到女仔就中意，見到錢就中意，啊跟埋世界人方式，即係父母都睇到，唔好咁樣樣。不過有啲父母都教啲仔咧，你要執輸行頭慘過敗家，有啲錯誤嘅教導嘅。不過父母通常嚟講都會話你唔好講大，唔好呃人，唔好即係會講俾佢聽做啲好嘅嘢。即係佢有個心想好，但係神嗰個話仲好喎，佢係總之行佢嘅路咧，我哋就會回復翻，盡量回復翻。神造人嗰陣時嗰個美麗啊，所以神想我哋同佢親近咧，係對我哋有益處嘅，亦都我哋能夠享受神嘅。咁但係當人唔係咁嘅路嘅時候，就呢個世界好多問題，就算基督徒都係嘅。咁我呢個禮拜啱輔導一對夫婦咧，兩個都愛主，兩個都想侍奉神，不過個關係係好多問題，即係原來人咧就會有好多啲好似。我形容好似箭豬啊，好易刉人嘅。咁我哋知道呢種情況，我哋就知道神啊，原來我哋裡面咁多唔好嘅嘢，我哋求神幫我哋潔淨我哋。所以我哋越回應神，神咁想我哋同我一齊。嗱，神咁想同我一齊，令到我哋親近神有啲乜嘢動力同埋有咩信心啊？神咁中意同我哋一齊，俾我哋有咩動力同埋信心啊？一親近佢就喜樂咯。係啦，一親近佢就喜樂，我哋喜樂定佢喜樂？大家都喜樂。大家都喜樂，即係話神係好中意我哋嘅，咁所以我哋親近神咧，唔使擔心，佢一定回應，佢一定歡喜，咁所以我哋咧，盡量去回應神，咁咧成個生命都發揮啦。咁呢個神嘅屬性係乜嘢啊？呢句經文，神係忌邪嘅神。係。係呢個其一，呢個律法嗰方面嘅神係忌邪嘅，極愛我哋，極愛我哋嘅，好中意同我一齊，真係成日掛住我哋，成日想我哋親近佢，一親近佢咧，佢就會好歡喜噶啦，而佢亦都會祝福嘅。咁其實係咪令到我哋好容易親近神啊？但係好多人對於神嘅觀念唔係咁，覺得神好遠啊，覺得神啊即係好難達到嘅標準啊咁。然後跟住啦，但他賜更多恩典，神有好多恩典嘅，佢戀愛我哋以至實道，好多恩典，所以經常説神阻擋驕傲嘅人，賜恩給謙卑嘅人。嗱，呢個經文佢 quote 咧，佢主要講到賜恩啊，你謙卑佢就俾嘢你噶啦，即係神係俾嘢，佢戀愛你，佢同埋俾嘢你。咁同上文有咩對比咧？我哋睇聖經，我哋睇下，對呢句同上面有咩關係咧？上面就係講一啲人中意爭嘢啊。中意鬥勾啊，中意貪愛世界啊，但係佢話神係會俾你嘅，所以你唔使去貪愛，你有神咧，神就會逐樣俾你嘅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會深信，我行神嘅路，神一定逐樣嘢提升，俾我更豐盛嘅生命。咁我咧就唔係用鬥勾嘅方法，而係我知道神好歡喜我，好想俾恩典我，而我越行佢嘅路就越多恩典，即係呢個成段經文。而我哋睇到神嘅屬性就係佢好美善，佢好中意我哋，好容易親近，又祝福凡親近佢嘅人，所以我哋就唔使擔心啦。就學習唔好跟從世界方式，因為世界方式就係貪愛世界同埋鬥勾啦，同埋以世俗為友啦，就係與神為敵，就會破壞神嘅計劃嘅。咁我哋自己都反省下，我哋有冇破壞神嘅計劃？我哋有冇鬥勾同人哋鬥過？我哋有冇俾呢個世界影響？我哋愛神多又愛世界多咧？好啦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因為天父多謝你，因為你係一位完美嘅神、慈愛嘅神、豐盛嘅神，你又好中意同我哋親近嘅。你係真係有你，真係我哋好滿足，我哋好開心。有神咧，超過真係勝過一切，而神係能夠補足我哋一切。就算有人害我哋，佢哋攞唔到神想俾我哋嘅嘢，只要我哋聽神嘅話，呢啲一切就會賜俾我哋。多謝主，求主賜俾我一個
喜樂平安的心，輕省的心，讓我們不要經常競爭，不要經常跟人比較，而是呢時時都想活出神的愛，想扶持人，興起人，欣賞人，欣賞人的任何進步的地方，欣賞人任何的美善。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因為你裡面實在 太美好，實在太美麗。多謝主。